2019年女性各月份女性劳动市场率，就是女男比，然后各月的一个表现。这个地方我先把月勾选出来，但是这个月呢不摘要，它就变成1到12个月，那其他这些其实都是我不应该要呈现的，我就直接在这个 Power View 这个筛选。所以这个月份针对这张资料表的月份，好，我就只要1到12月，我是不是要那个女男比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年搬进来折线图的话，所以是在设计里面做折线图。我现在要想办法把年指定到108年，把这个年，然后我只算108年，所以设定到这个108年，然后把它搬到下面去，请把这个年搬到图例，就把108稍微往左边搬，让它出现107以上，这个就变3年的比较了。